大家好，我是郭品超，欢迎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。在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汉江中学运动会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来这边帮我们来开球，也请你再次穿上制服。那你穿上制服的那刹那，有没有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回忆呢？那刹那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怕穿不下，怕穿不下。在这次要担任我们的开球嘉宾，有没有做怎么样的准备？其实很紧张，很紧张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准备啊。其实，那希望你帮我们开出我们这一次汉江中学运动会最后一颗好球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邀请我们的浩哥来接我们的投手预备位置。现场同学，我们一起来帮浩哥倒数喽，全场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开球。好的，掌声，掌声，谢谢我们的郭品超，谢谢浩哥。如果说是印象中接触到棒球，那应该是在国中的时候。国中的时候，很久很久没有打到棒球。那你为你自己的开球打了几分呢？我觉得可以打90分了。为什么打那么高？因为现在我的那个腰椎有点受伤。嗯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不太能够做一个大动作，其实这两年才比较有效。我只是觉得说你就是动这样子的动，感觉自己觉得怎么去维持，或者怎么去保持这样的动力。我个人觉得是心态的问题，我的心态，因为各种保养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问我，不管是运动也好，吃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，所以我就是还是活在，反正自己不习惯上去。刚入行没有那种感觉一样。一段时间没有在台湾，就是有公开活动，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台湾的粉丝说？对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，也很感动，是在台湾的粉丝是很支持我，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，那我都把他们当成是家人，所以我不太会说是粉丝，我就说是家人，所以台湾的家人一样。那我觉得，我觉得一路来他们的支持真的很重要，就是我觉得虽然没有什么在台湾什么作品，但他们非常关注内地的其他的活动，然后在我的私信啊，很多一些平台会留言给我，然后而且这些人我今天刚好看到的粉丝其实是从我刚入行就十几年，他们以前都是一些学生，现在可能是抱小孩，一路来跟着我，觉得就特别感动。